叶顺伯、宝南、朱红为主席的大角咀市政大厦建有多项设施，向公众提供优质服务，又在建筑的设计中大胆地将这些设施表达出来。主南面向北望向福泉街，以一座和大楼高度相约的特大白色门廊为主要特色，门廊框住大楼入口和入口前高大的前庭，并向进入大堂的访客展示欢迎。门廊上下有两个中空部分，清楚划分出两组设施的楼层。上面的中空部分标志着位于三至七楼的休闲和文化设施，包括图书馆、运动中心和游泳池。下面的中空部分就标志着湿货市场、干货市场和熟食中心的位置。这组设施位于地下至二楼，一片蓝色占据了建筑物大部分的东南面，标记住综合大楼里面那些最大规模的设施的位置，例如游泳池和运动场。这些设施各自设有的宽敞大堂，在正立面的门廊里面组合成一个戏剧性的透明立方体。当游人探索这座位于繁嚣的住宅工业区，外形抽象的建筑物时，可享用它宁静而高效率的街市，参与运动场内赛事的刺激，亦会迷上同朋友在大排档的共聚，在一片欢乐笑声中叹下海鲜、碰下杯。